彰化县长王惠美关心县级子弟兵，三十日前往台中成功岭营区，为到111年第三梯教育召集训练人员，并为八月份寿星招员庆祝切蛋糕，场面温馨。不是一次不来，这是不由你代之哦。做最坏的这个打算，但是要做最好的一个准备哦。那在这边还是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旅长，在这边对于我们彰化子弟的一个照顾。那大家如果在这个生活上、训练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跟我们长官们来反映哦。王县长感谢参与教招人员放下工作与家庭，接令报到。以行动支持国家政策，县府会全力建设美好彰化幸福城市，做各位后辈弟兄最坚实的后盾。公益频道彰化云台中采访报道。